在法师界没有，并没有什么传说，好吧，天天传说，天天传说，能不能有点抱负啊？像漫威的英雄一样拯救世界一下。漫威英雄的口诀就是气场全靠装，打架只管躺，美女配一个，全场数你浪。没有毁灭世界的响指，就要有睥睨天下的气势。有人为爱撑包鱼塘，有人立志当海贼王，即使不会有个发个再个发咕噜，至少也要拍着胸脯吼一吼。啊，我试试。都放马过来吧。想成为一名英雄，不单需要撑足气场，还得能打敢上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，我想上，但我没能力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艾迪全靠毒液挡机枪，我们也靠神兽带我躺，风火雷电随你上，二狗轻松替我挡。如此高超的战略技巧，围观群众都不禁称赞，不要屁脸。成功的英雄更少不了美女的陪衬，卡特飞鸿小辣椒，个个颜值能吹爆，出门为你撑场子，在家帮你支妙招。然而越优秀的女性往往越难以征服，所以如何才能拥有适合你的美女伴侣？哎，又是广告是吧？啊，臭不要。需要有充足的耐心，加强沟通，相互切磋，然后直接就是干他呀。当然了，除了出现在荧幕前的超级英雄，这个世界上更多的是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。 Enough said.